这是两款代表着当前最高水平的量产折叠屏手机，他们用打破常规的方式，使手机呢做到了能屈能伸。见过他们的人呢，无一不发出傲视不帮的赞叹。可就是这么两款外观相反、出身也十分相近的机器啊，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呢，却是天差地别的。一款呢成为了年度的最佳理财产品，百般加价，人一机难求。而这台 X2 呢，我们也是花了28000元才购买到的。另一款呢，货源充足啊，多次促销依旧无人问津。如果说时间冲淡了后者的价格啊，可是上一代的 Mate X S 呢，价格依旧坚挺。反观富德勒，现在市场的二手价格呢，已经跌破了万元。如果把销量、售价这些客观的因素呢，通通抛掉，让问题呢回到产品的本身，那么华为的 Mate X2 和三星的富德勒，他们究竟有哪些差别？当我第一次将华为的 Mate X2 拿在手里的时候呢，脑子里飘过了各种生僻怪异的词汇啊，一时间呢，竟不知道如何去形容了。但到了最后呢，我才发现能够用最贴切的词语去描述这台机器呢，也就只有熟悉二字了。要不是后面的华为 logo 和徕卡的标识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会让人觉得他们俩师出同门。华为 Mate X2 的设计呢，很好的补上了三星 Fold 2的不足。从外屏上看啊， Fold 2更显修长，四周的边框呢并不是等宽的，远远看上去呢还是没有脱离第一代 Fold 遥控器的影子。而相比之下，华为就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既然要做外屏呢，就要将外屏做得更美观、更实用。4.65英寸的外屏，四边基本等宽，在不展开的情况下呢，更像是一部手机，也更加适合日常使用。如果非要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呢，那恐怕就只有左上角的双挖孔了。华为 X2 背面与 P40 相似，由于四边相对等宽，看上去的视觉效果呢，也是要优于 Fold 2的。X2 的后置相机比 Fold 2多了一个潜望式镜头，整体的相机模组呢要大上一些。侧边看 ，X2 明显是比 Fold 2要薄的，整个转轴部分呢也显得更加的紧凑和精致，而且转轴的缝隙很小，几乎呢是全贴合的。而 Fold 2整个转轴的缝隙就要大很多，转动的过程也是比较明显的。Fold 2由于转轴比较大，从顶部和底部看啊，中间的缝隙呢也是明显要比 X2 大的。X2 基本是全贴合的状态，两台机器的侧键位置呢相对一致，不过 Fold 2的侧键呢会靠下一些，加上机身更窄，这个位置按起来对我个人而言呢会更加的舒适。指纹键也都采用了凹陷的方案。打开内屏，虽然两台机器四周呢都内置了磁铁，但 X2 明显要更紧一些，打开的时候需要更用力，而且打开时的开合程度会让人觉得有点突然。合回去的时候呢，无论你再慢，它都会给你啪的一下吸回去。相对 Fold 2呢，就显得顺滑了很多，打开并不需要很用力，给人的感觉呢更加可控一些。Fold 2的屏幕折叠呢支持任意角度的悬停，这样呢增加了一定的可玩性。X2的屏幕在某些特定的角度呢也是可以悬停的，不过这一块并没有做专门的优化，所以呢很不稳定。当前后突破了这个特定的角度时，铰链呢会带动屏幕直接弹回去。这也是两台机器的转轴除了大小、厚度之外的不同之处。X2采用的是一块8英寸的全面屏，四周的边框为扁平状。Fold 2采用的是7.6英寸的挖孔屏，四周的边框呢为圆弧状。在这一块呢，两台机器的逻辑是有些不同的。由于 Fold 2的外屏在实用性上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强，那么用户呢就会更加依赖于内屏的使用啊。所以 Fold 2呢在内屏上还多加了一个前摄像头，这样很大程度上牺牲了一定的美观。而 X2 在这一点上呢就显得聪明了很多，它将外屏的比例做得跟正常的手机差不多，用户仅仅使用外屏就能完成手机所有的操作，而非每次都要打开内屏。当用户需要使用到内屏的时候， X2 会最大限度地为用户呈现出接近完美的画面。所以 X2 这样的设计呢，既能方便使用，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频繁使用内屏而带来的部件损耗。在息屏的状态下，两台机器呢都可以看到折痕，通过折痕可以看出 Fold 2在折叠的时候呢应该是这样的状态，而 X2 折叠起来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状态。所以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， Fold 2中间的折痕呢都要更加的明显。视觉效果上 X2 明显是要优于 Fold 2的，可能华为也是吸取了三星之前的经验。这次的 X2 呢采用了全新的双旋水滴铰链设计，官方宣传为主轴与连杆双旋联动，达到折无痕、展平整的目的。但实际呢大家应该也看到了，折痕还是有的，不过较于 Fold 2折痕确实没有那么明显。但是在亮屏的情况下呢，两台机器的折痕呢也都几乎看不出来。 X2 采用了双卡的设计， Fold 2则是单卡。由于折叠的关系啊，机器本身也不防水，
所以两台机器也都没有设计防水胶圈。拆掉后盖呢，可以看到 X2 的胶还是保持的比较完整的。由于左侧的一小块盖板上呢有螺丝孔，为了更好的密封固定，在这个位置单独采用了泡棉胶，而 Ford 正好相反，除了顶部使用了常规的胶以外，其他的地方呢全部采用了泡棉胶。拆掉以后呢，所有的泡棉胶也都附着在中框上。X2 在对应电池的位置呢贴有缓冲泡棉，而 Ford 2呢就显得比较干净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过镜头保护盖对应镜头的开孔处，两台机器呢都添加了相应的缓冲泡棉。Ford 2是把后置的送话器呢做了一个小板粘在后盖上，通过触点与主板连接。来看一下机身的内部，看上去呢内部的整洁度啊 Ford 2呢还是要更胜一筹的，主要是后面这张带有无线充电的散热膜非常的规整，而 X2 的这张散热膜呢看上去相对呢会更显廉价感。两台机器的内部结构呢其实差不多，顶部左侧为相机模组，不过 X2 的明显要比 Ford 2的大很多，一个潜望镜头就已经占了整个相机模组三分之一的空间。5000万像素的主摄呢也要比1200万像素的主摄大上一圈，毕竟 X2 的机身整体比 Ford 2的要大上许多，相对在硬件的堆放空间上会更加的充足。 X2 的右侧呢是 NF 线圈， Ford 2则是 UWB 天线。由于 X2 并不支持无线充电，电池上方呢只是单纯的散热膜， Ford 2的散热膜中则是集成了无线充电和 NFC。 X2 的底部区非常的小，估计只是一个充电接口，相对 Ford 2的底部呢就更加的传统了。 X2 的表面总共21颗螺丝，还采用了三种规格，而 Ford 2就比较统一了，表面总共14颗螺丝均为同一规格。拧掉螺丝后取下顶部盖板，两张盖板除了前面说的也并没有集成其他的元器件。拆掉盖板以后，两台机器的主板呢得以呈现。哎，还别说，两张主板的结构呢还挺相似的。目前三星的机器呢基本都采用了排线的信号转接线，可以看到 X2 呢还是使用以往的同轴信号线。取出主板，除了颜色有着明显的差异啊，整个主板的设计思路呢基本一致。左侧的挖孔给相机模组留出空间，右侧为主要的元器件部分，向下延伸的一节呢设立的是外配的连接座。顶部送话器的位置和顶部感应传感器的位置呢也都是相同的。 X2 的正面屏蔽罩比较干净，而 Ford 2呢是贴有大面积的散热膜， X2 背面对应 CPU 的位置呢贴有部分散热膜，而 Ford 2同样是一整块散热膜。两张主板向下延伸的区域呢都比较单薄，很轻松就能折弯。不过由于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在机身中间的转轴位置，即使重摔呢也不会折断，因为转轴的位置是整机最结实的地方。两张主板最大的区别呢就是 X2 上半部分采用了双层堆叠的方式，而 Ford 2呢依然是单层的主板。两张主板所有坐着的维修参数放图片供大家参考。X2 用电源表夹电呢是可以开机的，电流起跳为100左右，等 logo 出来10秒钟左右呢又会自动关机啊，当然因为电池数据不准确嘛。而且电池座呢是有两个的，左边的这个呢全部都是正极，右边的这个呢全部都是负极。两台机器的顶部框架呢也有一定的区别， Ford 2的顶部有一颗前摄像头，跟 S21 一样啊，四周都打满了胶，固定的非常的结实。 X2 的逻辑呢就更实际了，为了把内屏做得更好看更实用啊，并没有在内部设计前摄像头。 X2 的相机模组下设有散热膜和缓冲泡棉，为了更好的保护相机，在中框对应相机模组的外圈呢还特意做了挖孔，塞入了红色的缓冲硅胶。而 Ford 2的方案呢则是给相机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防滚架，在相机的背面呢还多加了一层金属板。两种方案呢并没有哪个一定好啊，毕竟任何方案都要迎合整体的设计。X2 呢应该是因为相机模组过大，与主板间并没有太多的缝隙去做更大的防滚架，所以采取这样的方案来进行辅助。对应处理器的位置， X2 采用的是硅胶加均热板的导热形式，而 Ford 2与 S21 相同采用的是多层散热膜堆叠的导热形式。侧键同样采用了触点排线的形式与主板连接，指纹则是独立的排线，底部也是有一定区别的。 Ford 2的副板要大一些，同时将线性马达集成在了此区域，而 X2 为了塞下更大的电池，将底部的副板压缩得非常的小。两张主板上也都集成了 Type-C 接口、充电保护电路、送话器和天线。 X2 的电池设有易拉胶，撕开提示贴向上拉即可取下电池。 Ford 2延续了三星一贯的作风啊，并无易拉胶，用吹风机局部加热后再从底部向上翘即可取下电池。接着将两台机器的外屏加热，拆屏幕，
拧下固定盖板的螺丝，断开排线即可取下X2的屏幕。不同的是，富德二采用的是卡扣固定的塑料盖板，借助工具轻轻向上一挑即可取下，随后断开排线取下屏幕。两块屏幕单独放在一起，那富德二的就显得更小了。X2在屏幕的铜箔上还贴有大面积的缓冲泡棉，在跌落时会有更好的保护条件。下面的排线和芯片区域呢，也用一张散热膜包裹，而富德二并未添加缓冲泡棉。下面芯片呢，也有一部分是裸露的。拆掉屏幕以后呢，可以看到两台机器的右侧都集成了立体扬声器、前摄、卡槽和一张副板。X2是将振动马达做在了这个部分，而富德二呢，在这个部分塞入了一块电池。X2的单块电池容量为4400毫安时，富德二的两块电池加起来为4365毫安时。X2目前表面看到的包括固定转轴的螺丝呢是24颗，且为不同规格。富德二表面看到的螺丝是14颗，为同一规格。拧下螺丝后取下盖板，盖板下对应几个内联座的位置呢，都设有缓冲泡棉。下面这张副板负责将前置感应传感器、前摄、立体双扬声器、卡槽和内外屏转接至主板。X2副板上所有座子的外圈呢，都设有缓冲泡棉，而富德二并没有。X2的上下立体扬声器都是通过排线的形式与副板连接的，富德二则是通过触点的形式与副板连接。而且富德二除了顶部扬声器外，还单独设立了一个听筒。实际的外放效果对比，我们来听一下。拆到这里啊，也基本看得出两台机器在整体的设计思路上呢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。富德二的转轴部分呢属于纵向扩展，也是整机最厚的部分，而X2的转轴部分呢属于横向扩展，所以X2的转轴并不会像富德二那么突出，也使得X2看上去呢更像是一个整体，而不是通过一个转轴强行衔接两个边框的设备。两台机器的设计呢也都是迎合着最核心的转轴展开的。由于转轴的厚度关系啊，直接拉高了富德二在折叠时的整机厚度，两边采用了同样的厚度设计，并装下了两块电池。也可能是因为厚度的原因，不得不将机身做得更窄啊，起码看起来呢并没有那么的厚重啊。我们假设一下，如果它现在的宽度啊是跟X2一样的，那么拿在手里呢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？而X2呢就不一样了，为了将机身的整体做得更薄，两边的厚度呢是不一样的，并采用了单块电池的方案。可以看到这一侧呢是做了一个斜面的处理，较另一面呢明显要薄很多，而且对应后置相机模组和上下立体扬声器的位置啊，是把中框做了一个掏空的处理，这样呢便能够更大程度的降低厚度。虽然在铰链技术上，三星呢会显得更加的成熟，但是更合理的厚度、更漂亮的外观、更适合的屏幕以及更实用的设计，才是我们消费者更需要的产品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华为 Mate X2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，无论从外观、工业设计以及内部的构造来看，都有着非常大的进步，确实呢是做了很多的思考啊，更好的体现了产品的实用性。在我看来啊，华为在这台机器上啊，展现更多的是呢人性化，而三星呢更像是在秀肌肉。如果不是因为重量和系统的因素呢，这一台X2啊绝对会成为我日后的主力机。好了，本期的赛事视频呢就先到这里，我是蒋振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